好啊，开箱什么，姐姐？这个。好，弟弟，你要用正面出来，我们才知道开箱什么。这个是伸缩凳啊。好，姐姐，你要打开吧。这个是买的还是送的？弟弟，这个是你的，蓝色。哦。这才是我的，红色的。好，看一下这个伸缩凳。哇，好像玩具哦。会吗？我不会，我也不会。我看一下这里有说明书，他说，打开凳子啊，双手握住凳子两侧中心孔，啊，双手握住凳子两侧中心孔。对，姐姐会了哦，很棒哦。我不会。对，姐姐，那你调整角度就这样子吧。再来一次，你可以调整高度哦，你用最高的看看。哇，弟弟也会了，弟弟也会了，哇哇哇哇哇，都会了，都会了。好，坐着吧。啊，我玩到伞啊。好，看一下，这怎么会没办法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为什么我打开它就弹过去？然后他说，啊，你要你的高度的时候，你还要再转一下，咔嚓固定。好，调整到你需要的高度的高度的时候，再咔嚓固定。再转一下。我用看看。你看谁比较高？好，用好了。你比较高啊，但是弟弟好厉害，自己就会用，哎，好棒哦。姐姐，那你会了吗？你再用一次看看。没办法，因为每次我都转不动。好吧，那弟弟到最高也没办法转。啊，那以后你就请弟弟帮你转好了。我没办法转动，但是他自己动下去的。啊。他怎么会？